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它的七大编辑流程。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那个快点经理三个步骤就完成了，跟我们线上的一样，对不对？好，那这个呢，你知道它标准的编辑程序的话，它总共有七个步骤。那当然这个最后结果当然都是一样，只是说它有比较多的可编辑的地方。第一个呢是截取，像我们刚才那个也算是截取哈。接下来呢你要编辑里面你可能就会怎么样剪接啊，比如说刚才那段影片哪一段要哪一段不要啊，对不对哈？你这个需要剪接一下。接下来呢你要做特效，这个特效呢指的并不是说啊照片拿变好做照片的感觉啊，还是指的什么马赛克，不是那样子，是指照片跟照片之间所谓转场特效。有时候我们照片跟照片之间说换来换飞来飞去的嘛，对不对？那个叫做转场特效啊，就指的是这边我们刚刚讲的那种照片本身或影片本身的啊特效的，是在这个编辑里面做的。那么在你做完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复制。什么叫复制？我们在 Photoshop 有没有用过图层的概念？有，因为我们在这个背景里面也有这样的概念，它只是它把它称作复叠，啊，就是图层的概念，就叠掉。事实上，你的影片要跟别人长得不一样，除了素材以外，素材最重要就是在复叠，因为复叠你才能够做出你个人的东西，啊，就是你们那一组专属的东西。好，大家我们上次有没有学过那个怎么去背？可以把它叠进去啊，对不对？然后我们之前用那个电子书，是不是有叠一些东西进来？Flash 啊，哈，都可以弄进来哦。嗯，这是在这边做的。还有，对了哈，我们后面还会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用栏目。对，啊，对啊，对啊，栏目啊。这个是绿幕，但是我们没有黑幕。我们都清清白白的，都没有任何黑幕。啊，有白幕哈，我是没有标啊。好。那蓝幕跟绿幕的话，我们会用在哪？就去背，好，就是说让各位拍了之后呢，有没有看过气象报告啊？好，或者我们电视上，他当主播在后面就有那个新闻事件的那个影片在播，有没有？他现场并不是真正有一台大电视在那边，他是透过蓝幕，也就是说他本身后面就像我们这样，有一个就是白色的后蓝，就是蓝色的后绿色的，那最后的合成出去之后，是再把它变成我们所看到的样子。啊，所以你如果要做，你要做天空上飞的，我也不反对啊。你会的话就可以了哈。好，那最后呢，你把一篇都编辑完了，然后呢，就是要加入什么标题和字幕，对不对？啊，加入标题和字幕啊，然后这边呢，最后再加上配上声音，比如说声音的特效也好，或者是音效还是音乐，好，这样子呢，都完成了，最后就做输出。所以这个是呢，在标准的编辑里面可以做的七大流程，实际上跟我们一般做的都一样，只是说以影片剪接为主哈，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哈，所以现在呢，你看呢，我们就从这边来进到第一个啊，我们现在进第一个哈，直接进到它标准的程式里面来。那你进来之后呢，它好像没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啊，事实上还是一样，因为你看这里，它这个版本就一二就包括这几个，有没有？这几个你加一加，到最后输出实际上还是七个，啊，只是他把它中间这个就把它变在编辑里面，这样了解了吗？好，那么如果你没有要截取的话，当然就不用进来，啊，影片就直接进来。那影片要进来有几种方法，你可以用 Photo， 也可以从这个素材库，有没有？它有一个素材库给你。那首先各位可能要看一下，它进来的呢，现在预设会在哪里？会在这种时间轴的编辑模式，有没有发现跟之前的不大一样，对不对？你可以，如果各位要先比较简单的，请你先按左手边这一个，左边这个，这个会比较简单，比较像我们的快点经理一样，就一格一格的，好，一格一格的。那今天呢，你可以先找看看呢，比如说你就找看看，好，素材里面呢，我们你可以从这边去找，啊，会找一些他送给你的。声音啊，哈，影像啊，都可以。那我这边呢，当然你们随便找哈，找到你喜欢的。如果我以刚刚我抓下来的，我刚刚有抓三段，早上的也有。好，这就不是你们班的了。
卷不是你们班的会不会比较比较可以很拼一点，卷你们班的这个，哎，各位顺便提一下啦，在这里，请问还记得那个时间的格式是怎么样？嗯，有认真，哎，这个十分秒后面是格，对不对？啊，后面是三十进位，二十九零九七二三十哈。好，那你看呢？其实我们这一分多钟哈，你看你点了它之后，拖一进来应该没问题吧？好，拖一进来丢进来哈。你进来之后，我再把它拉开一点点。好，如果你觉得这样还是不够开，可以按这个放大，这样呢比较大一点。只是因为我们品质没那么好了哈，所以不用放那么大。首先，如果你要剪接，剪接的话，一定有些地方拍得好，有些拍得不好嘛。所以你就可以先排队一下，先看一下。那你也可以问托育的，先看看。啊，这是早上那一班的，对不对？这个是，这不是你们班的，这个才是你们班的，对不对？好，比如说你看看咯，那好，换过来。假设我要从这边，他就一直点，我们就是要找他，这样没有关系，好，来，没有关系，你看一下这里哦，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两个，有没有？还有拔兜，好，那这里还有没有两个？这里，这两个就等于这两个，这样你了解吗？记录它的起点跟终点，所以我想要从这边开始，我就按一下，有没有起点就全部都不见了，好，那你就看。看他到哪里，好，点头啊，扣带为止。我们看有没有扣下去，好。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说影片好玩在哪里？因为它是原音重现，有声音有影片。那所以有些时候啊，跟拍照比较不一样，拍照是瞬间之美。那影音的话就是说，你可以因为有些比如说像我们看综艺节目啊，你要有梗，对不对？那个笑点啊，那有些是有前因后果的，好，所以呢，你就要找到那个对的点下去。好，你现在看下面有没有只剩四秒钟？有，还有四秒钟，这样你会不会等一下又不理我了？好，那我们赶快把它乾坤大挪移，把它移走好了。好，一旦没有看到它的位置，这样可以吗？可以哈。在这边就好了哈，所以但是各位你要注意一下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是拍影片，不是拍照片，所以建议各位你亮影片的时间尽量不要小于五秒钟，尽量哈，就是一段影片你从按下开始录到结束，尽量不要小于五秒钟，因为如果小于五秒钟，你以后再看这段影片的时候，你会发现哦，那很快，就是一下就过去，一下过去。啊，你会很难控制，就是说你会觉得节奏很快，除非你要做快节奏的，不然的话，大部分我们建议一段影片至少五秒钟以上。你宁可多拍，也不要说少拍的，因为少拍你就补不回来。啊，所以这样是不是就算了？但是各位不用担心，它并没有真正的怎么样剪断，所以你随时可以复原回来。这样了解了吗？这是第一段，好，第一段的做法。那这个呢？当然，如果你觉得，哎，我在这边，啊，我从这边之后。好，这是第一段，我想要把它分成两个，大家都准备切。你看下面有没有变成两段？对不对？这样变两段哈，这是最简单的所谓的去头去尾或切断的方法。好，切断的方法。那最后呢，如果你用的是偶像剧，那就遇到一个问题喽。你们那个偶像剧传上去一集都是几分钟？我们如果你们在 YouTube 上面看一集。有吗？有到一个小时，然后他一集应该分好几个档案吧？你知道为什么吗？不是，是因为 YouTube 预设一个人可以上传一段影片最大的长度是15分钟，早期是10分钟，然后来开放12分钟，后来变15分钟，最早是没有限制，可是后来就大家他发现说很多人都在把那个影有没有影集拿录好就整片上传。因为这样会侵权，所以说他必须要做限制，除非你是表现优良，那他一段时间之后，你的 YouTube 账号，假设你传很多都是 OK 的，那他就把这个限制解开，你就变成无限，
就是你可以上传的时候就无限，可是如果万一你又上，你有上传里面影片里面有被人家怎样盗说侵权有编辑，那很抱歉，你又从上面就掉下来了，让你了解吗？好，所以正常来讲，各位你的 YouTube 的账号都是15分钟，好，所以为什么说你在网络上他会看到要分好几段是这个原因。那我们现在来看哦，你出问这一点，为什么刚刚特别提到这个？因为你在网络上的15分钟实际上已经好几段，对不对？你看我们一般在看电视节目，进广告到下一次进广告就看的这段时间大概多少？不到15分钟吧，多多的大概5分钟，甚至有的你有看八点档有没有？八点档它打到就5分钟甚至4分钟就进一次广告哦。为什么？因为太热门了，广告情节爆没料。好，所以这个就会遇到一个情形，你需要一段要剪很多个，可是如果你像我们这样剪就有点累啦。所以我们来看另外一种方法哦，你看哦，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找另外一段哈，找别的同学的，你就不会觉得难过。来这里，你看这边有没有要多重修点视讯？嗯，你可以从这边进来。那或者呢，这种方法就是说我一段影片我就告诉他哪里要哪里不要哪里要哪里不要，一次决定好之后按下确定，他就帮你分好。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的是不是一段就分两段，或者是就剪一段嘛。可是有时候我可能中间有广告，你要不要看广告啊？不要，对不对？如果你不要看广告，他还有一个叫自动侦测广告的工具，有没有？会侦测一下看看那个是有进广告，当然有没有准要你要再稍微看一下啊。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就是说我可能要的那一段，比如说好，我从一开始就要按一下，你看这里有没有时间走啊？走走走，好，好，到这里，这是第一段，好，这是我要的，有没有七点钟给的？那我再往后退哦，我再找看看我第二点要的。好，从这里，好，七点，走走走走，好，到这边第二段，那我后面再找看看有没有我要，好，在这里，第三段。对啊对啊，你就把中间不要的。你看我现在有没有要的1、2、3，这里是我不要的，对不对？我就在同一个画面里面把它怎么样，把它先解决好的。假设我这样就要说我按下确定，那待会就这一段我会把你分成三段，这样你了解意思了吗？因为我先说我们要是中间，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种方法是去头去尾，好，所以你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好，确定有没有变成1、2、3，这样我了解的哈，当然它并没有真正剪断，所以你随时还是可以再回来。好，那这个呢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个方式哈。那这边呢还有一个，但是各位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看看电视上有什么，有那个就是大波的有没有？就在这边有没有倒转波段？本来往前走啊，然后它就时光倒流啊，你就变成往后退，有没有？有那一种的哈，所以你如果让它倒转，它就能快转慢转用这个。所以有时候你在怎么样，我们先倒着播看看好了哈。如果倒着播，你可以回来看看。不过这个你看不出来啊，因为我们只是在现场这样，对不对？所以有没有倒着播，你也觉得还好。好，那我们来改变一下播放速度好了哈，来。我先不要倒着播，来从这边播放速度，你看播放的速度一般快或慢？快，好，快，安能好了，那我再来试看呢，预览一下，哎，有没有发现快出影片快还有什么东西快？讲话也会变快啊，对不对？所以刚刚刚刚刚刚还没要干哈，但是都要注意一下哦。既然你加快的，我原本我这段影片多久？原本是不是42秒钟？可是你加快了，变成500%多，整个时间会被怎么样？有没有变压缩？因为你除5嘛，你快5倍，本来40倍的，是不是除5变8？你了解意思哈？那相对的，如果你速度变慢呢，时间是不是拉长？啊，所以你看我把它变慢，
把它变慢，变原本的25好了，四分之一好了，好，有没有发现时间拉长了？我们一眼看看，有没有就慢慢动，不要想慢脚，对吧？这样你了解啊？对不起哈，忘记了。这样你了解意思了吗？所以如果当然你要拉底，可能也可以啊。多拉几次，我们刚刚教育节目，刚教育节目，有没有？是这样子加过一次位，可是这个点就会把它加很多次啊。所以，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你们可以先套用的剪接的方法。那再来呢，还有一个你可以套用的是什么？你看看我们在这边呢，这里有一个叫做假设有跟着照片或影片都可以哈。你如果希望它有一些效果，什么叫效果？你看一下，我们现在在这里右手边有没有一个叫属性？然后来，如果因为这是我们现场拍的，如果你希望它是一个有没有很久很久以前一张明显品没你小时候拍的，你就可以拍这一看看有没有小时候拍的感觉。所以很多电视节目不是要做介绍它，那个人从小时候怎样怎样有没有模拟拍的啊？你就这样，那你看呢？我拍完这个这底片的效果了，对不对？你拍进去之后呢，你可以来这边来选择，你看这是这种，你就也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啊，也比较黄一点还是比较这种一点，有没有不一样的黄一点的？啊，你还可以制定什么，你知道吗？有多少灰尘被刮的怎么样？光线的颜色、光线的变化，你都可以做调整，好不好？所以这个像这一本呢，那如果你不要了，你就把它删掉。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好像油画，马赛克有没有？马赛克，好，有一个人爆料，但是我要保护秘密证人。有没有？那但是马赛克你可以继续调那个，可是啊，一穿就知道穿对衣服的就是谁。所以虽然他爆料马赛克，我们还是知道他是谁哈。好 ，OK， 那这个里面都可以做调整嘛？这个你可以去决定那个有没有宽跟高。好，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你还可以看到，其实像我们还蛮常用这种的，有没有？尤其是你上那个，如果是那个比较交友的节目啊。然后水出来就给他一个这样子啊，对不对？就焦点都聚在他上面啊，这个也可以用。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可以用呢？有，在这边哈，你这个我们看一下，视讯率属性。怎么不见了？好看，好，因为你还可以看到还有蛮多的哈，像这个彩色笔啊。但是其实就看你了，你要用多少没有关系，只是一般来讲我不会用太多哈，就是你达到你要的效果就好。像这里有什么下雨啊哈，对不对？好，去关门，拎走很简单啊。你们都没有觉得今天地板特别，对啊，连墙壁都在哭哎，你没有觉得墙壁都湿湿的、啊，有没有？你会因为有湿砖的，好，所以你可以像这样的去。让它做一下，效果就会比较好一点。好，这个是肖像画。好 ，OK。所以我想现在会了这几个之后，你再来看看这个，就是我们你的那个影片，你直接可以很方便把它剪接进来，好不好？那么在影片跟影片照片也可以混进来哈。另外，我再多讲一个东西，有关于特效的部分。特效的部分，我们刚刚讲过是用在哪里？照片跟照片或影片跟影片之间，所以你看呢，我进到特效以后，你会发现中间有没有多一格？有没有？中间多一格。我如果在外面编辑，没有多一格，可是进到特效就多一格，因为这个特效就是要放在哪里？放在正中间这里的。所以你看我把它按下去，有没有翻页？那你不仅仅要从左下面翻啊，它的方向你可以去选啊。我喜欢从上面翻下也可以啊，对吧？好，这样我了解了。那这个呢，会占掉我们多久的时间？一秒钟的时间。
也就是说他在做这段特效的时候呢，会从前面拿 0.5 秒，然后从后面再拿屁用 0.5 秒。好，所以前后都用。为什么刚刚特别讲说一个影片最好不要少5秒钟，如果你有还有这个转场效果是前后会扣到1秒钟的，那这样你看影片只剩4秒钟，对吧？好，所以你的时间就会变得非常大。那如果你是照片的话呢怎么办？照片的话至少要播3秒钟，你1秒钟你看呢，如果我3秒钟是1、2、3，感觉好像还蛮久的，对不对？可是你如果加上一些动画一些什么的，哎，你能够看清楚照片的时间就很短。所以如果你少于3秒钟，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照片的节奏很快，因为你一播到你眼睛能够辨识出啊那个人是谁，也要一点点时间哈。所以这个就是要做的哈。那另外呢，再补充一下，如果你找的是剧照，我们刚刚讲的是影片，对不对？你找的如果是剧照的话，哎，只有剧照，你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做快剪辑，你看照片还会动，有印象哈？那个也是在编辑里面哦。你看哦，我要找一张照片去哪？我要找一个照片。假设这边好了，就从这里我抓一张照片进来。好，然后呢再选这个，那这样抓进来是一张照片，对不对？你如果抓进来之后，你看右手边照片还有这个功能哦，有没有看到一个名词叫做平移跟缩放？哎，你如果抓照片会动，就是这个功能。那你看我把它点一下，好，那你点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很多动的方法？不过通常我觉得这样看有点累了哈，因为你还在实际看一下，所以通常会到制定这边来。好，现在呢，如果你希望左手边是原图，右手边是裁切这个时候的，你这里有没有两个点？这个是关键的，啊，像我们在一般做收集啊那种都一样。也就是说，我现在这一点黄色的就是我现在正在编辑的，白色这个、灰色这个是现在还没有编辑的，你也可以对应到这边来。黄色的就是现在这个黄色的框框，那这个呢灰色就是上面这个，这样了解了。所以如果我希望说它这个，我们希望可以从这边啊，这样，哎，我虽然没有用摄影的，可是我们到后面的时候呢，它可以这样移到后面去，所以结果会变这样。这样有看到了吗？你了解意思哈？就是说我们会利用这个方式让它去移动，看起来就好像有摄影机在动这样感觉。这样清楚了吗？好，好，如果你确定了，那你就要按下去。所以你看这张照片，预设的话呢，照片本身一进来有没有发现是三秒钟，对不对？可是如果假设哈，各位稍微留意一下，就是如果你有做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平移跟缩放之后，它就等同影片哦，所以三秒钟可能稍嫌怎么样太短，太短，这样你了解意思吗？好，所以你要改变它的长度的话，照片可以改变长度，你可以到哪里？到这边来改，这个地方你看一下哈。好，我现在来这边改一下，点到它就可以改了，你可以不用打的，也可以用上下的，因为后面是29嘛，对不对？这样是5秒钟，好，所以你看下面这个有没有变5秒钟了？这样会了吗？好，所以你在下面这边你可以像这样去移动。那我怎么知道照片跟影片拍到哪里？在这里，影片会有声音，有没有？影片有的是有声音的，它会有喇叭。如果你有拍完特效的话，这里会有一个像这样的图，还会这样的图，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最后再交代一个就好了。因为我们点到谁，上面有没有变成那一段影片或那一段照片。可是如果你想要先看看说啊，我就照这个顺序怎么样播放一次，看看我最后影片感觉如何，怎么办？要找这里，你看这边哦，有没有发现这里有一个叫做什么专案，一个是不是叫素材？我们这每一个这个叫做素材，所以你点到谁就只播那个素材。如果你今天想要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请你在这边点一下这个专案，这个是可以点的啊，你看一下，
按，有没有？这个时候呢，你看我们总长度是多少？有没有两分多钟？啊，你就可以整个拉动看看。你看前面，你注意一下，我在拉动的时候呢，下面这里有没有一条线，也会跟着动。你看一下哈，有没有看到我的脖带后面去了？这样你了解哈，所以你就可以从，假设你要用拨的，你就从头开始拨到后面去，这样子出来了，大致上剪接出来就有结果。这样有没有问题？没有的话，交代给各位了。好，你现在就可以开始找你的素材。